猫食盆多久清理一次？猫食盆最好每餐都进行清洗，至少也要1天冲洗一次，才能保证猫咪的饮食安全。如果是比较潮湿的食物，比如奶猫的湿猫粮或奶糕等，那么最好将没吃完的食物都倒掉。如果是比较干燥的猫粮，则可以保留1到2餐的时间。在清洗猫食盆的时候，可利用少量的洗洁精配合清水进行冲洗，但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彻底的清洗掉泡沫，并且要擦干食盆中的残留的水渍。